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حاء ميم عين شين قاف 万能的至睿的真主这样启示你和你以前的众先知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他却是至尊的却是至大的主天体几乎要从上面破裂众天神赞颂他们的主便为地面上的人求饶真的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舍真主而择取保护的人真主是监视他们的你绝不是他们的监护者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你警告首义及其四周的居民以便你预告毫无意义的聚合日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人将在烈火中假若真主抑郁我必使他们信奉同一的宗教而他使他所抑郁者入于他的恩惠中不义的人们绝无保护者也无援助者他们怎么舍他而择取保护者呢真主才是保护者他能使死者复活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无论你们争论什么事都要归真主判决那是真主是你们的主我只信托他我只皈依他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以你们的同类为你们的妻子使你们的生畜同类相配他借此使你们繁殖任何物不似像他他却是全村的却是全民的天地的宝藏只是他的他欲使谁的给养宽裕就是他宽裕欲使谁的给养窘迫就是他窘迫他是全知万物的他以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奴哈的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伊布拉辛摩萨和尔萨的宗教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以物配主的人们因为你所教导他们的事而难堪的真主将他所抑郁者指导于正教将归于他者引导于真理知识来临他们后他们才为互相嫉妒而分派别假若不是因为你的主已预先说过要延期惩治那么他们必已受裁判了在他们之后继承天经的人们对于天经的确是在使人忧郁的疑惑中你应当招人于此道你应当谨守天命长守正道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你说我确信真主所降世的经典我奉命公平待遇你们真主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不必和你们辩驳真主将契合我们他是唯一的归宿众人既因招而信奉真主的宗教后为他而辩驳者据他们的主看来他们的证据是无效的他们应当遭谴怒并受严刑真主降世包含真理的经典并降世公平你怎么能知道呢复活时或许是临近的不信复活的人们要求他早日实现而确信他的人们却怕他早日实现如果知道他是真实的
真的，为复活时而争辩的人，的确在不尽情理的迷雾之中。真主是喜爱他的众仆的，他供给他所意欲供给的人，他却是至刚的，却是万能的。谁欲得后世的收获，我就增加谁的收获；谁欲夺今世的收获，我就给谁一点今世的收获。他在后世没有份。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曾为他们制定真主所谓许可的宗教吗？假若没有那判词，他们必受判决，不义的人们必受痛苦的刑罚。你要来看见不义的人们为他们所犯的罪恶而恐惧，那些罪恶的惩罚必定来临他们。信道而且行善的人，将来要居住在乐园的圣地中，在他们的主那里，他们得享受他们所欲享受的，那的确是洪恩。那是真主用来向他那些信道而且行善的仆人们报喜的。你说，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报酬，只求为同族而亲爱。谁行一件善事，我要加倍的报酬谁。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善报的。不然，他们说，他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如果真主抑郁，他就封闭你的心。真主以其文辞抹煞虚伪，证实真理，他却是全知心事的。他准许他的众仆悔过，他饶恕一切罪恶，他知道你们的行为。他答应信道而且行善的祈祷，他以恩典加赐他们，不信道者将受严厉的刑罚。如果真主使他们的仆人们得享受宽裕的给养，他们必在大地上作恶，但他依定量而降下他所欲降下的给养，他对于他的仆人们却是撤之的，却是明察的。他在他们绝望之后降下时雨，广释了他的恩惠，他却是保护者，却是可颂的。他的迹象之一是创造天地和他在天地间所散布的各种动物，他能自由地将它们聚合在一起。凡你们所遭遇的灾害，都是由于你们所做的罪恶。他饶恕你们的许多罪过，你们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谴，除真主外，你们没有任何保护者和援助者。他的迹象之一是在海中像山岳般的船舶。如果他抑郁，他就使风停止，而船舶停顿在海面上。对于每个坚忍者、感谢者，其中却有许多迹象。他会因他们所做的罪恶而使那些船舶沉没，他饶恕许多人的罪过。为我的迹象而争论的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绝无处逃罪。凡你们所受赐的是无论是什么，都是今世生活的享受，在真主那里的报酬是更优美，是更长久的。那是由于信道而只信托真主者，也归于远离大罪和丑事，且在发怒时能赦宥者，也归于应答主的号召且谨守拜功者。他们的事物是由协商而决定的，他们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
也归于能反抗自己所遭的侵害者。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谁愿饶恕并且和解，真主必报仇谁，真主却是不喜爱不义者的。受人欺负而进行报复的人们是无可责备的。应受责备的是欺负他人并在地方上蛮横无理者，这些人将受痛苦的刑罚。凡能忍受而加以奢诱者，他们的那种行为却是应当决心做的事情。真主使谁迷雾，在真主的弃绝后，谁没有任何保护者。你将来要看见不义者眼见刑法是说还有返回尘世的途径吗？你将来要看见他们生灵火刑，为卑贱而恭敬，暗中偷看。信道者将说，亏折的人们在复活日却是丧失自身和家属的。真的，不义者必在永恒的刑罚中。除真主外，他们将没有任何朋友援助他们。真主是谁迷雾，谁没有道路。在不可抗拒之日，从真主降世以前，你们应当答应你们的主，在那日你们绝没有逃避的地方，也绝不能抵赖。如果他们退避，那么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你只负通知的责任。我使人类尝试从我发出的恩惠的时候，他们因恩惠而快乐，他们因为曾经犯罪而遭难的时候，人类却是孤恩的。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他欲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欲给谁女孩就给谁女孩，欲给谁男孩就给谁男孩。或是他们兼生男孩和女孩，他使他所抑郁者成为不能生育者。他却是全知的，却是全能的。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意欲启示的。他却是至尊的，却是至睿的。我这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你本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正信是什么，但我以天经为光明，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意欲引导的仆人。你却是指示正路者，那是真主的路，天地万物都是他的。真的，万事只归真主。